自然的力量神奇无比，被人类遗弃在森林的摄录机啊，竟然识行识走，仲同森林的小动物成为好朋友添啊！弊啦弊啦，百厌的松鼠仔执咗人类的打火机，仲搞到森林大火啊！咁靓嘅自然环境会唔会从此消失呢？嚟自加拿大的儿童剧《三脚仔闯天涯》，可爱的木偶造型配合惊险的故事情节，唔使对白，让你想象力满场飞。一月五号至六号，文化中心小剧院，购票热线2840035。